凭什么你在朝廷欠下的债要别人用生命去偿还？你不愧是骗人的惯犯，算计的好手。你到底隐瞒了多少？你如此想杀我侄儿，这皇城之内谁谈得上无辜啊？好看。我觉得我挺逗的，我会舍不得你们的。九幽帝不是杀青，啊，谢谢各位。杀青。